康兄家里哦，跟他老婆两个人就说，小时候通通不给医生任何三 C 产品。对对对，我一直记得这件事，真的哈、哦。来来，那个有用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有两点啊，一就是他没有三 C， 跟朋友就没办法一起打怪。但他后来就自创，他用画的画很多怪，跟朋友就交换。哦，所以蛮好玩的，奇葩的创意。另外就是他比较晚用，他眼睛就真的很好。哎，真的。他到现在还可以考技师。对，那个最重要要准备钱呐、啊，那很贵。对对呀、啊，雷律师，我们一起来介绍第一位，钱永康先生。哎呦，那看来，今天每一个都高学历，介绍一下学历，很会读书，聪明人。对对对，这位是林村长。所以说，上一个还是宪哥的题目，最后 ending 的时候，因为我答错，医生变好帅，你叫我回家叫他爸爸。帅哥，真的真的。十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六加四等于十啊。对对啊，对啊，那就对了。所以你坚持要七吗？为什么要七？我从此对你刮目相看。爸爸不是上当了，好吧？是，以后一回家你就要叫他爸爸。乖，不是 your daddy， 好聪明，小时候就聪明，然后现在跑到奥克兰，哦，高材生啊，爸爸最骄傲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一样，我就这么高，可以讲又高又帅，出类拔萃。我们愿望还不就是这样啊？希望孩子比我们强。对，这是我孩子最大的困难，因为他们要超越我太难。对，哦，这两位是今天的悍将哦，厉害，尤其小心医生，这个很强，这个厉害。写满题，一道题现在1000分了哦，请出题。请问这是哪两位名人？啊，太简单了，哎哎。一二三，我们看一下答案。好，正确答案是。马斯克，另外一个是马克佐伯格，反正那个念法差不多，那个祖克伯。OK， 恭喜全员答对。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我的题目很多。王先生与王太太有三个儿子，每个儿子都有一个老婆、一个儿子、一个妹妹。哦，痛！请问这个家庭共有多少人？哦，快疯掉了！啊，先生，画出来树状图。一个妹。好，三。二一，请亮正杰，猜一下啦。好，十个八个到十二个都有人，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？请看，是十二人。哎，十二那么多，来大臣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十二个？其实哎，你也写十二个啊？啊，一个妹妹。对，要不要让他回答？好好，都可以啊，你来，你来。就是爸爸妈妈，哎，两个，然后三个儿子，三个儿子有一个老婆跟一个儿子，所以他们家就有三个人，三个儿子就是三个人乘以三就9，然后他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妹妹，那个妹妹就只有一个，所以就是12个。人哦，妹妹只有一个，妹妹只有一个，妹妹就是一个嘛，对，看成三个妹妹。永康兄家里哦，跟他老婆两个人就说，小时候。通通不给医生任何三 C 产品。对对对，我一直记得这件事。真的哈，对。那小时候都我如果再有生小孩，我真的不给他看三 C 产品。重点是你有用吗？要再生小孩，要再生吗？有吗？我要再生两个，有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样邀约吗？是来来，那个有用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有两点啊，一就是他没有三 C， 跟朋友就没办法一起打怪，但他后来就自创，他用画的画很多怪，跟朋友就交换，哦，就是蛮好玩的，奇葩的创意。另外就是他比较晚用，他眼睛就真的很好，哎，真的，他到现在还可以考技师，对。那个最重要要准备钱呐、啊，那很贵，对对呀、啊，叔叔有钱啊，认干爹了，要赞助啊，要赞助他，要认干爹，叔叔多年前叫他去你家过一夜。到现在没有成真过。来呀、啊，你就来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现在我孩子都大了，不叫不危险。女儿都大了，不危险。什么话？人家正经人，好不好？